来个药水，咱们打个，这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，还打个赛人，走吧。我这有点像泥鳅，我这一看，还来个小翻身给我，大泥鳅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！这家伙谁要让人给勾了，我可不管啊！这蓝枪搁那干哈呢？晃晃悠悠的，完了呀！还好啊，我以为我没助攻呢，我这扣没撇歪呀。抽一下，全军出击，不行，这梦魇得回家啊、哦！两个扣废我半管蓝。完成我们的使命，出门。这把你们就说杀谁吧，你只要你们一句话，这个人直接从在泉水里边就一直死，活不了。你们一句话，我就盯着那个人杀。卢仙，行，就刚才第一个说卢仙那个兄弟的啊，今天就杀的卢仙了。吃我一个滑了，平 A 平 A 平 A Q 完，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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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闪现滑了，直接给他恐惧，让他兵他都吃不了。抽一下 E， 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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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位，想 Q 我那不可能。抽一下，滑了，没盾了吧？我老克这赛人了，我们能克死这赛人。那 Q 我能躲啊 ，E 我能挡，他 W 技能我们还能给他打没，他就一点伤害也没有，回家了。为了防止这个赛因不好杀，我们来个皮孩，整他跑得快。他片推到这里还行，那八刀那不打人呢吗？那你非得看补刀啊？那你想杀看，想看杀人，想看补刀，你要想看补刀，我给你开个自定义，咱俩补去，补一天，控一手线啊！我们超越了时间。不打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他们构成了无法接受的风险。他只要敢上来一点点，现在我们就能杀他。但是他一点点都不上来，有点猥琐。打个眼儿的，
看来只能我们在塔下跟他耗血了，这人也不耗啊。那兵你就扛着吃，掉多少血？恐惧，蓝枪来了，别急啊、哦！点一下蓝枪 ，Q A 再 A， 恐惧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呀呀呀呀呀！不过还是双杀了啊，还可以接受。就是艾克舒服了，抠一下，去中路赶克一波。好，这波我们双杀。前排正好有个小兵，帅呀这小兵！我操了，这小兵没了没视野了，这也行？哇，那小兵那没那一瞬间，哎呦我操，就没视野了，气死我了！剥夺他们的生命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，给我气坏了！你点啥信号啊？你再吃这波兵不就完了吗？又没让你亏着，你说？这来一波嘛，空大还不让吃兵，那赛人跟个犊子似的，就搁这塔下一待。跟我俩玩的塔下战神，我属实是有点受不了。这哪叫亡灵战神，塔下战神。真难呐、啊，真难，是真难，真是难杀呀！走，再推一波去。我们是一体的。吃他塔皮。开车了，哦！行啊，刚才他这波开车，我先来个步甲，还跑得快点。空前绝后 ，Killing spree， 没大了，感觉能杀，看他拆不拆我们塔吧。你是真是一层塔皮也不吃，你吃一层，对呀，你说那人都没在，你不吃一层，多好啊！这塔不吃，啊，这塔不吃，这把为啥不玩王八？这把玩王八能让三人玩死，这把玩王八能气死。还有传送，我的天哪！看看这蓝枪的红。
好断我节奏啊！这红拿完，我把这三人再杀一波，成了。为啥不尽早打？问的好，我想在那 Q 上打，因为我的 Q 不是 Q 了吗？我想站 Q 上打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无所谓了。反正这赛因不是又来了吗？再杀他一次呗！你跑个屁呀！就一层你就跑了，太难了！你家都劣势了，你让我杀两把，我再把这卢仙杀两把多好，对不对？你别怂了，行不行？能玩了不还？嗯、啊，还能玩了不啊？这顿跑啊你！你他奶奶！他在那塔下还等着我，等着我飞是吧？我一个平 A， 我操！哎呦，这小兵把我杀了！有个念咒啊，来个木印 ，A 一下回血 ，A 啥呀？我 A 石头人，我就得往右走，他能 A 着我，我 A 他，他回头一刀就把我砍死。我们得转个圈儿，剑圣就拿出刀一下就行了，这还能 A 他？我攻速比他快，他算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对，这波其实能杀，对，行不行？刚才那波就其实就是能杀，都对，说的都对。说的都是对的，我也不跟你犟。你说能杀就能杀，还不行吗？
把塔拔了吧。这个东西先别用了啊！哎，我这回再打个红啊，这回肯定没有人了。来，蓝枪。别着急啊，想一想这一波到底杀谁。哎，都可以杀。好创，哎，好创。是谁在黑暗里？嗯，是谁在黑暗里？剑圣往哪走？这里有针眼儿。我来，我来，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就可以，不麻烦您了。来个收集者，这个软件改造吸力也太慢了。往我这走，剑圣死了，往我这走，往我这走，勾引一波，勾引一波，哎，就杀他机器人。你以为你能走？我能让你走得掉？我E怎么回事？怎么一开始E这个卢仙的为什么没E到啊？没吸地吗？有吸地呀！我摁了E，他没出来呀。一开始我就往他身上按 E 了，当他 E 的那一瞬间我就往他身上按 E 了，但是 E 没出来，正常这 E 范围应该没那么小， E 慢了，要不然这波我先 E 他，然后闪现，只要他打不死我，我就把他掏死。抱错人了呀。Hello， 卢仙。Hello， 蓝枪。我们空前绝后。上哪去了？我靠，这三人杀四个人了。你要不要加呀？还这赛恩呢，猥琐了一整场啊，从头猥琐到尾，我的妈呀，这。